它是螺纹棒束后的包心纱，我们呢帮大家做了很多不一样的造型，很多的小细节，然后它侧面是就是有小开叉，重点是它完全遮住你的屁股，最特别的是这样子，你看一下侧面它的螺纹的纹路，好，有横的有粗的，非常好看，而且它呢不分身形，完全可以挡住你们的身形，它有一点点杏色加卡色的感觉，好，外面不会有这个颜色，这个真的是我们团队自己选的面料，然后选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哦，非常亲肤。毛衣的东西我绝对推亲肤，因为呢我不希望大家穿了很多人反应说会痒会刺会怎么样，所以呢我既然敢推毛衣，它就是绝对是亲肤，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，还是我可以搭很多各式各样的外套跟各式各样的配件或是围巾，我们家的白色是完全纯白净白的给大家，很少人毛衣会做这么白哦，因为呢没有人这么敢大胆尝试，但其实白色是非常非常好看的，这个蓝色很漂亮哦，它不分身形，而且刚刚讲了不用害怕，不穿一字领的人，这个领边本来就帮大家设计好的，是非常这样子漂亮的切口，所以我们不拉斜肩也是可以做到的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够保暖，在20出头的天气不用再穿外套，你只要穿这件带一个围巾或披肩就好。